看这里有个蕨啊、哦，蕨类跟这个长在一起，然后它叶片其实是蛮大的，然后叶片每个小雨片出来，它顶端都让有一个圆圈圈，好像小问号一样，有吗？哦，有。然后最上面顶端有一个大问号。嗯、哦。你看这边，这边也是啊、哦，每个小雨片里面都有一个小珠珠、小问号，这样吗？哦，有、嗯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很常见的乌毛蕨。乌毛蕨。对。嗯、哪个乌？乌是这黑色的那个乌，有吗？哦。毛就是它有小毛的毛。哦。乌毛蕨在野外其实是蛮常见的。很多蕨类叶子这样直接出来，那它跟人家不一样，就叶子头上还会这样凹的一个圆圆。嗯，又勾起来的感觉。喜欢我们频道的啊，欢迎按赞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耶！还怎么我忘了？